大家好，好歡迎大家收睇今日嘅中國之商，希望大家中意今日嘅節目。我咧就我哋間公司咧製作中國之商穿啦，第一個公司叫做 Mercado Enigo， 即係中信行銷。我哋公司咧就已經成立咗已經有15年啦。我記得咧十五年前當我哋開始提供服務嘅時候咧，好多人咧就話我哋依個伙食鋪啊、超市咧、mini super 咧會逐漸式微。因為咧，其他嗰啲大型嘅超市，好似 Ray 啊、九九啊、Extra 咁樣咧，佢哋咧會越嚟越開更加多個分店。另一方面咧，佢哋咧又有一個新嘅概念，叫做小型嘅超市。邊個咧？好似 Mr. Blessio 咁樣，會越嚟越多 Mr. Blessio。咁換言之，佢哋啲 Mr. Blessio 咧就會逐漸滲入咗每一個每一區、每一個住宅區，會直接咧影響我哋中國人嘅生意。十五年後，冇錯，嗰啲大型嗰啲Garden Supermercado， 即係大型嘅超市連鎖店咧，越嚟越多。但係 Mr. Blessio 咧，只不過係開多幾間，而我哋中國人經營嘅伙食鋪啊，同埋小型超市咧，一樣咁強勁，仲越開越多添。咁即係嗰十五年前所講嘅，我哋啲伙食鋪啊、超市會逐漸式微，依個根本咧就冇變為一個事實，只不過係一個笑話。但是呢，有時候我們做生意的呢要不斷求進才可以保持屹立不倒。為什麼我這樣說呢？時移世移，在商場上有很多個情形呢是我們很難預料得到的。有很多本來以為會一直都堅持下去的，一直都會永遠是市場之首的公司呢，突然間因為遊戲規則改了之後呢，突然間就消失了，或者受到很嚴重的影響。一個例子，嗰啲有啲一牌子嘅芝士啊，有啲牌子嘅奶粉咧，佢哋不嬲咧都係佔有市場個大比例嘅。但係突然間因為政府實施咗一個165法例，即係凍結咗22號產品嘅價格咧，咁就影響到依啲品牌嘅銷量。而突然間咧，亦都喺市面上咧推出咗新嘅奶粉同埋新嘅芝士，就填補咗依個空間。所以咧，有時我哋做生意根本唔知道啲對手個競爭對手，同埋個市場嘅遊戲規則會喺邊度走出嚟影響我哋嘅，所以我哋雖然伙食鋪、超市個生意仲係非常之強勁，但我哋一定要繼續改善我哋經營，提高更加好嘅服務啊，將我哋產品擺得更加好啊，裝冷氣啊，用啲新嘅科技設施啊，或者收信用卡啦，咁我哋嗰個生意咧先至繼續會保持下去。咁好啦，改下話題，我哋上期咧就潮流興夾 Bang 同大家介紹咗依個達明一派啦，咁今日咧我哋咧會同大家介紹另一個好出名嘅隊伍，就係依個太極，希望大家中意。咁好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Oh, yeah.